大概8000多的藏品里面有23%是香港艺术家的作品，另外有60%是内地的，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作品，其他的就是欧美国家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藏品方面呢，就是比较全面的，不但是香港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策展的团队也是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的。首先我们非常的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非常的厚爱吧，把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使命给了香港。当然西九文化区是特区政府回馈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投资，这是文化艺术基建的投资，我们当然是这个任重道远，负责这个很大的责任，去推动香港的整体的这个文化对文化艺术的这个影响的能力。